掌声鼓励。我们的两位女神燕燕跟维恩，我觉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这个先跟你结缘，因为娘妈做嘛，都要发结缘品的。这个等一下再跟各位结缘。这台哥电力公司的钥匙圈精心制作，给你们补充一下电力。我觉得跟大家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粉丝团，让大家来去按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燕燕，应该没人不知道我吧，在地壳。我的粉专叫做性感小野马燕燕，你们可以去搜寻按赞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韦恩，我也是来自高雄。那我的粉丝专业也很多朋友都知道，是 WEIEN 简韦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，我也是来高雄，来自高雄跟来高雄，对，我亲戚也都住高雄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看得开心，带着娘妈做吼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热闹。我希望我们大家会有一个最好的缘分跟巧合，妈祖婆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台上也来献给我们妈祖婆一段舞蹈，好不好？那就接下来见喽，谢谢我们的两位女神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跟大家结缘一下，看你们现场送给各位这个，对，我们要怎么送给各位呢？好，我现在就来随机考各位哦，这次麦克风让你们来回答。我们现在在我右手边这一位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哎，你刚刚有回答过，等一下就让你。性感小野马燕燕。哦，全名性感小野马燕燕，我们的性感小野马，没错，那就给他一个了，也让他充个电。OK， 我们现场放松一下哈、哦，车牌1377XQ 跟。AZD9220， 我们两位哥哥，我们的车子停在那个校门口那边，他们要出入哈，让他们留一条路可以出入。那边听说会脱掉，所以我们哥哥赶快先去移车，再过来看热闹。感谢。那我们现场，在我左手边这一位呢，他叫做什么名字？粉丝专业也可以，本名也可以，有人知道吗？哦，这位哥哥，维恩，确定吗？没错，好，给他一个喽，恭喜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两个送出去喽。我们举手最快的就送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啊！这位同学，感谢，就给他了。接下来举手最快的就送。这位哥哥好，刚好一讲完就举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给各位的时间哦。我们两位女神，我们的燕燕跟维恩，拍照时间让大家来拍照。那我们就是三位，我们三位哈，好，那我们一分钟的时间。两位女生拍照很自然的。通常叫我不要讲话，现在这我有点不习惯。好，中间这台大台的，谢谢。大家不要误会哦，现在台上不是街头艺人行动艺术雕像，不是哦，但是跟大家结缘合照一下，大家可以把照片抛到我们性感小野马燕燕的粉丝团上，也可以抛到我们维恩的粉丝团上，台哥电力公司的粉丝团上，跟香蕉粉丝团。现场跟各位报告哦，我们差不多在15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妈祖婆就会经过这个路线了。好，我们一样再次谢谢我们的燕燕跟维恩，接下来会跟大家再次见面。